得我已经在武汉差不多有接近，再过几个月就接近两年了，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尝一下，四川菜。今天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Chloe. 喜欢鲜花的宝宝。一路跑向爸爸，好开心呀！一有时间就带宝宝出门玩耍，宝宝外向的性格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现在呢，商场还没有开门，所以我们就先来陪孩子玩一下这个，坐一下这个车。每次我们来万达这里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来玩这个车，特别喜欢。虽然是个女孩子呢，但是很喜欢这些玩具，车的玩具。每次都是爸爸开车，真的好好玩呀。Hello, Chloe, are you happy?也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喜欢飞翔的感觉。已经玩了两个了，但是克乐伊呢还想玩，就决定再让他玩一下另外一辆车。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商场里面，因为我今天要买一些衣服，看一下有没有好看的款式。现在呢就陪他玩一下。我觉得就父母的话要多陪孩子，或者是多带孩子出来玩，亲子的之间的互动啊、游戏啊、陪伴呀、是很重要的，在小孩子童年中。所以我们一有时间就会带孩子出来玩，就是每天都会陪他做一些游戏呀，带他出去玩一下呀，户外走一下呀。我觉得这个对他的身心都是很有益的。Hello, Clay.Are you happy, Clay? 进商场了，超级开心的宝宝。试的第一款不太喜欢。Where are you going, Chloe? 陪着妈妈逛街的宝宝。试的第二款还是不太喜欢。Chloe?You want to try these shoes? 妈妈，我想穿这双鞋。把自己的鞋子脱了，开始试鞋子啦。嗯哼。哎呦，你好厉害哟！在妈妈的帮助下，穿上鞋子走路了。喜欢臭美的小家伙。好像穿着还不错啊。Nice. You are ready to be a model. 试的第三款。就怀宝宝一样的那种。是的，我也觉得这套很好看。这个怎么改？What do you want to buy? 因为太瘦了，不好买衣服。Anyone too? 谁？谁 ？What are you doing? 继续陪妈妈去逛街。喜欢陪妈妈换衣服。Good thing, Chloe. 要带孩子上面小西装，这是个，这是花。啊，呀，好帅！You don't enjoy too much, huh? 嘿，陈一梦。对啊。现在我
我们到黄客来吃午饭，本来想去川菜馆吃的，因为今天克洛伊她不舒服，早上七点钟起来了。现在我们要尽快吃完早饭，然后回家。下次等时间充足的时候，我们再来去川菜馆吃饭。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找到那个这个商场的川菜馆在哪里，所以就在最近的那个餐馆来吃饭。嗯，下次再给你们表演那个川菜馆的吧。因为可乐伊在哭，应该有点饿了，所以那个服务员就给他这个贴的，然后给他一个小戒指玩啊玩具。嗯，有点饿了，对不对？给我老公点了一份黑椒铁板黑椒牛肉饭。我点了一份铁板面饭，然后呢，所以说我再看一下，感觉又有点辣，所以还是来看一下蛮不错。Chloe。You only eat snacks? No, I will get a little bit of rice. Yeah. Okay. We will share the meal with Chloe. It's not very healthy, huh? You can't eat only snacks. 给克洛伊弄了一点米饭，然后呢，一点肉，他们现在开始吃了。Do you like 四川 food? Not too much. I think it's too much spicy for me. I prefer to avoid the Sichuan food. It's not a good memory for me because each time I put it in my mouth, it's too much. I can't stand the spicy. So, which kind of Chinese food do you like? I think I will be same as all the foreigner. I like baozi, jiaozi, jianbao, xiaomei, Xinjiang.Xinjiang food, yeah, Xinjiang food is very good. It's a little spicy, but the taste is different. So I can't really explain, but the flavor is a little different, and I really enjoy that. Also the Guangdong food, all the dishes of the South China, because it's not spicy, so I think it's better. And I like all the vegetables. The Chinese vegetables are very delicious. Okay.我点餐是通过那个扫码点餐的，我当时点的时候没有注意，就多点了一份这个，这个饭，就是芝士牛排饭。所以说现在我们打算让我老公吃，因为今天中午在外面吃，所以给可乐也喝了一袋那个酸奶，然后就给他吃了一点水果，一点那个小饼干，还有一点米饭，几根面条。所以没给他吃太多，因为我们都在家里给他做了那个排骨，然后晚上回去吃，因为外面的饭菜也不是特别好，可以。现在在下雨了，我们要再等滴滴车回去，这雨太大了，虽然离我们家走路只不到十分钟，但是有雨，下雨天比较冷，今天天气比较冷，所以就非得等车。现在我们回家了，要去，因为他是裤子有点湿了，裙子有点湿了，去给他换，然后就睡觉了。OK， 今天视频就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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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